什么意思？君子随父兄一起出征，身陷危难之际，是他的红颜知己救了他，是其之路险象环生，关键时刻是你救了他，这一次我希望能用我的方式救他一次。你怎么救他？只要你把他救出来，我愿意离开他。这就是我救他的方式。我知道你一直对他有意，如果我的离开能够救出屈原，成全你们，那我的离开也值了。在你们那里，他是个诗人，也是个左徒，但在我这里，他是我的君子。在我最失意的时候，是他帮了我，如果没有他，也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是我写给他的绝情书。我昭陛下愿与君子恩断情绝，自今而后再无往来。你若还是不信，我便死在你面前，成全你和他。我有两个选择：分离，或是死去。你却只有一个。什么？救他。我也想救他，可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今晚是最后时间，你若不愿，我也唯有一死。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我在城外等他。